原标题《清明上河图》仅是一幅风俗画吗？它背后意在掩盖一个大危机。宋人张宅端的《清明上河图》历来备受追捧，被尊为国画中的饰品。然而，这幅图究竟要传达什么样的信息呢？张宅端大致生活在哲宗至高宗时代，时间跨度60余年，前后历经4个时代。《清明上河图》创作于宋徽宗时期，那时豪强兼并，官员腐败，国家积贫积弱，百姓苦不堪言。尽管之前经历过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但并没有扭转日趋没落的政治颓势，反而内外交困，丧钟即将敲响。王安石变法时期，一幅反映百姓扶老携幼、流离失所的画图《流民图》辗转传到神宗手上，神宗看后十分震惊，他没有料到以开元及加重税赋为基本理念的新法会对百姓造成如此严重的危害。尽管他非常希望校正变法的错误，但一贯自我感觉良好的大领导又急，不愿意承认这个错误，更不希望这种错误为公众所知。后来《清明上河图》非常适时地出现了，与《流民图》相反，《清明上河图》描绘的是京城百业兴旺、市场繁荣、经济发达、社会祥和的太平局面。很显然，他在竭力为那个流民时代涂抹盛世光芒。到了宋徽宗时期，政治黑暗腐朽达到了顶端，可即使如此，皇帝仍希望打造一个盛世出来，哪怕是个海市蜃楼。《清明上河图》正中七下怀，宋徽宗见到这幅画后如获至宝，又是千题又是前言，忙得不亦乐乎。这哪是什么收藏把玩，分明另有企图。宋徽宗希望借此掩盖危机，粉饰太平，颂扬自己。与其说《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风俗画，不如说它是一幅欲腐朽政治与社会风俗的粉饰图。有趣、有料、有深度，关注公众号淘历史，和披君一起读历史。作者张衍荣，来源百家讲坛杂志，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